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三重造势，拿起麦克风清唱这首苦练好久的《龙族回逃》。觉得歌词写得超级好，这首《浪子回头》也是韩国瑜首次唱给大家听。词没记得很熟，但韩国瑜还是卖力唱完整首歌。太太李佳芬也站在旁边仔细聆听，台下韩粉更是举起手机，亮起一片灯海，画面超壮观。据龙族回逃，还要和旁边的人击掌 ，Give me five。韩国瑜版本的龙族回逃，肯定让韩粉们很难忘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